假如你玩到十年后的乐园图，哦，十年后的乐园图，啥样的？有点期待呀。走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嗯，排队中，预计需要15分钟，是否需要开通会员直接进入？啊，这还需要排队？这未来蛋仔这么火了吗？不过刚一个嘴脸还是老样子啊。15分钟咱可等不得，直接花蛋币开通吧。哦 ，OK， 终于是进来了。哎，奇怪，我怎么动不了了啊？200蛋币购买行动权，这都要买？造孽！行吧，行吧。好的，可以动了，咱们继续前进。哦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啊，手机死机了，这必须得修一下。得，又花600蛋币，这次总能正常玩游戏了吧？好，咱们现在是进入一间密室，是否花200蛋币购买提示？又花？行行行，不买还不行吗？寻找钥匙，打开绿色保险柜。没电了？不是吧，这我刚充的电啊。不对，点击取消怎么没用啊？好家伙，合着蛋币我是非掏不可了。在桌子下找到钥匙，打开保险箱，接下来该干嘛？又要蛋币购买线索？不是我说，未来玩个乐园图不准备上108万的蛋币，这还玩不了了呢。线索在高高的地方，哎，我看那就挺高的。考虑玩家较早入坑，花费蛋币可以获取空气背包。不是，这怎么还要蛋币呢？不用空气背包我也能照样上去。刚毅，那个您刚才那个空气背包怎么卖来着啊？好家伙，家人们，又花了200蛋币，终于集齐线索了。打开保险柜，按下按钮，接下来该往哪走？这里需要输入密码，应该是往这里走。只不过这怎么又要买线索啊？我真是服了呀，这未来的乐园图怎么处处都在坑蛋币啊。根据线索输入密码后呢，我们来到下一个场景。奇怪，怎么灰蒙蒙的呀？免费体验已结束，是否花费蛋币开通高清会员？啥？想要高清体验我还得花蛋币？哎，给我气笑了，兄弟们，继续含泪掏腰包吧。解密？不是，这算哪门子谜题啊？来来来，咱们看看提示啊。又要蛋币。毁灭吧，赶紧来。我还是花1000跳关吧。寻找正确按钮。这么多的按钮，我还找到猴年马月啊。得，咱花蛋币跳关吧。来玩玩我为你们精心做的跑酷吧。跑酷？哎，这个可以啊，我最喜欢跑酷了。啊哈，不是吧，这以后的地图里也有广告啦。想关闭又得花200蛋币。OK， 可算进去了。这跑酷咱可不能让他再坑咱们一个蛋币了。必须的，冲啊。跳关，终于过来了。病毒？不是，我就不给你蛋币而已，你还拿病毒攻击我？不至于吧？那给我给你蛋币总行了吧？太残暴了。好的，终于到下一个场景了，按下开关就过关。哦，就这么简单？ Nope， 还得要咱们蛋币呗。下一关，氪金力度不够啊？你要不要看看我这一路走过来磕了多少蛋币了？算了，都磕了这么多了，也不差这一点了。买，跳过跑酷，买，消除销毁，买。2000 years later，兄弟们，咱们终于到终点了。嘻嘻，骗你的。没事，咱们四处找找啊。哎，找到了，终于过关了。啊！怎么还把我关起来了？不是，我磕了那么多蛋币，凭什么把我关起来？放我出去！是否花费8888蛋币离开牢笼？蛋币不足。啥啥啥？蛋币不足？ Oh, no. 那我岂不是一直要困在这里了？不要啊！